这个蝴蝶结真的非常诱人，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会一直想要就是跟在后面，就看哇塞，这个拉起来是到底什么样的？这种片我看过，这个太扯了。欸、他这个他的腰线条那个隆起有没有？这个只有这样、欸、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跟脖子一样。你看跟那个胸部比起来啊、哦，哇塞，这个是标准的那种动漫里面的。对，还在你推荐这套衣服是怎么样的重点？我觉得重点其实男生看女生的重点是不能，真的是不能太露，因为要有点动大脑去想，因为有太露了，你只会动，你动的就不是大脑。要给我们一点空间。对，要点空间，你要动的是小脑，动的是小脑。其实最好的是有小脑的，有那个彩带，有的蝴蝶结啊，不管在前面后面。哦，就是蝴蝶结，那个很正点，那个你会就看久，你会想要拆。你就想把它拆掉，好像拆礼物的感觉。那你看到那个红叶蛋糕送来，你会很兴奋，很开心啊！其实因为那个有绑，你会去想象它拆开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绑在里面，然后要露不露的感觉，不管是绑在背还是绑在前面，你会有个冲动想要去。对，男人是这样，男人都会想后续，就人家穿个蝴蝶结，我们就开始想。里面是拉开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这啊，啊是拉开，互动系的，对，是是是，那我们就现在就是你的衣服先，哎呦哎呦，好不好？来哦，请看剪影，哎呦，你这是，那结在哪里？哎呦，结这样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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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哇哇，哎可以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哇，这个弯腰，你不会不要硬弯没关系。不是，刚刚是腰不好，有点像咕噜哎，狗啊。哎，一米二，一米二的三围是？我的三围是34D。21、32、21、21 ，Oh my god， 小学生吧 ，Oh my god， 漫画的身材。各位，哎，请摆一个你最性感的姿势呗，起，哎，性感哦，买了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高跟鞋，哎，这个高跟高的嘞，你这高跟鞋童话故事的，嗯，色彩缤纷，水钻，哎呦，哎，海产是不是害人家？哎呦，哦，请转一圈，哎呦，圈，这，哎呦，嗯，蝶结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这一套就是海产，对，海产是。推荐的重点在于它的蝴蝶结，它的蝴蝶结，它这个蝴蝶结真的非常诱人。它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你会一直想要就是跟在后面，就看哇塞，这个拉起来是到底什么样的？这种片我看过，这种片我看过，今天想要直接把它暂停。就讲什么？就那种片，那种片。请问，一鸣，你觉得这个衣服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性感吗？蛮性感的，因为如果说我有女生朋友也是穿这样的话，那我会很想要把它蝴蝶结拆下来。是哦。可是我看你讲话，我怎么觉得好像在 KTV？ 饶舌歌手，麦克风摇滚落地一点，握这样，对，握啊。所以你看你穿这样，你也会觉得很想给它解开啊。哎呦，那你平常会穿类似这样子绑带的衣服吗？偶尔会，偶尔会。所以你每次一穿完，一看到你就自己又解开了，又把它穿，又把它解开了。因为海产，你曾经看到人家穿这样，你马上改变自己的把妹方式。哎，我曾经遇过一个那个路边在做那个烟那个戒烟调查，或有时候填问卷，是戒烟调查，他就穿这样绑，哦，穿的好贱。可是我没办法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没有抽烟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看地上烟蒂，我就捡起来就点了，你知道吗？地上烟蒂捡起来就点了。然后因为我也不会抽，就咳的乱七八糟的。哎，他还真的来访问我，我在装作哦没有抽很久了，因为他们只调查路上有街坊是一些抽烟的人，哎，哦没有，马上用这招去拔，然后去留资料啊。结果呢？真的是就这样认识了。他后来带你去看那个肺痨门诊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推保健食品，不是化学费。你个人对于你自己，你最满意的部位是哪里？腰，对，腰很厉害。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看照片，第一张。哎呦，哇，哎，那个这个腰，这个腰，这个太扯了。哎，他的腰线条那个隆起有没有？这个只有这样，一点点而已。对啊。跟脖子一样，你看跟那个胸部比起来啊，哇塞，这个是标准的那种动漫里面的，对呀。来第二张，哎呦，这个是梗的吧？哎呦，真正的红鞋女孩，哎呦呦，厉害。再一张，哎呦，后面有哦，这真的假的？背后这没有，那个是我之前帮人家代言纹身贴纸的时候，贴纸，哦呦，这找你代言，你看他那个腰，那个腰那个，你看那个腰那个曲线，在里面我好想当这只兔子。厉害，好厉害！哇，他这个裤子，他这个裤子也厉害。你看拉链在这里。哎呦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有。哦，在一起多久啊？今年第四年。第四年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才几岁，已经在一起稳定了？
对，从念书的时候就在一起。哇呀！可是 OK， 念书在一起，在这四年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年纪的男生都很爱打电动玩具，他也因为电动玩具而冷落你吗？有，正常。就是每天回家下班的时候，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回家了，啊、然后就一直眼睛就专注在电脑前面这样子，好可爱，好认真哦，就单纯，反正他就是都不理我这样子，我都要一直去吵他，或者说我要生气了 ，baby， 然后他才会理我一下下，但是也是很不耐烦、啊、可是你穿刚刚那样，他也看不见你。哦，没有，我之前昨天买回来的时候，然后他就终于抬头了。哦，终于抬头了，还是有用啊！一套特别的衣服，还是有抬头了。我就说你乌龟若抬头，可是他抬头讲什么是重点？哎呦，抬头，哦，脱掉。那可是你出门敢穿这件？如果我男朋友在的话，应该可以。男朋友在可以。对，他如果不在的话，我可能会被他打死。不至于吧？所以你男朋友也会管制你的穿着。会啊，因为有越来越严重呢，还是？就是路人盯着他看的时候，他就会故意让我更紧一点。哎呦，那真的爱，像开名车出门出门一样，都会。而且你会管制女朋友穿衣服？我女朋友真的，我刚认识我女朋友的时候，她也是知道我就喜欢这种拆礼物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懂男生，大概就是穿这种，可是他是绑前面的。哎呦，绑前面的更火辣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会发现路人的看的眼睛。那我们现在需要他反穿吗？可以的话是最好的。美少女战士。可以的话是最好的。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去吃 brunch 的时候，那个手，你要看别人男生手，你在看，我就觉得他们在想什么，就觉得怪怪的。明明就擦手，他们会在那边，就是手明明就有东西，你就觉得他们有那种意淫，在意淫我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幻想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没有，但我女朋友那个就会松掉一样。这个那个蝴蝶结就会松开一样，所以我就看得很刺激。对，我自己也很没有了，我会限制他，其实我会被他们收钱吗？其实男生这样看，其实会蛮不舒服的，自己的女朋友，我很生气，赶快带她去买衣服换掉。那别人的女朋友穿，别人女朋友是最棒的。我一句话实在，别人女朋友穿，你也会拿一个金的。对，朋友妻是最刺激的嘛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心态？肯定不会有女朋友。对呀。你只要敢看我老婆一眼，我把眼睛挖出来。什么叫朋友其实最刺激？最刺激这样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这是这样结论的，立场很不稳定。但是没办法，我的意思说，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，大家都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想法，得不到。但是你还是爱这个女的、啊，其实那个只是一个一时的视觉的想法，对呀，欣赏美的事物，大家都会啦，对呀、啊。那你今天穿这样来，男朋友会反对吗？不会，我有跟他说是为了上节目买的，所以他说可以。对，哎呦，会不会恨我？不会吧？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所有人看着你这样，现在正在看播出啊，男朋友在看播出，会气死。他可能就说以后不准上电视。开玩笑，我们不会这样，请坐。哎。